马窦福音第十八章。就在那时刻，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，使他站在他们中间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，你们决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，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，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。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。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劳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，沉在海的深处更好。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，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，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。为此，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，砍下它来，从你身上刑掉，为你或残或骑进入生命，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从你身上刑掉，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，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。你们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了的，你们以为如何？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其中一只迷失了路，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，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？如果他幸运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更觉欢喜。同样，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，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。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去，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，规劝他。如果他听从了你，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。但他如果不听，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，为叫任何事情，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，得以成立。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，你要告诉教会。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，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无论为什么事祈祷，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。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那时百多禄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该宽恕他多次，直到七次吗？耶稣对他说，我不对你说，直到七次，而是到七十个七次。为此，天国好比一个君王，要同他的仆人算账。他开始算账的时候，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。因他没有可还的，主人就下令，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，以及他所有的一切，都变卖来还债。
那仆人就苦伏在地叩拜他说，主啊，容忍我吧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，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。但那仆人正出去时，遇见了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，他就找住他，握住他的喉咙说，还你欠的债。他的同伴就苦伏在地哀求他说，容忍我吧，我必还给你。可是他不愿意，且把他下在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。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，非常悲愤，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，对他说：恶仆，因为你哀求了我，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。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，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？他的主人大怒，遂把他交给刑役，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。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